我们看这一题，他说哈、哦、，SY 是实数了，而且哈、哦、，SY 满足这个方程式，这有平方。那么他问说哈、哦、，SY 等于多少？好，那我现在哈、哦，把这个左边把它展开来，左边展开的话哈、哦，实部哈、哦、是 S 平方嘛，啊 ，YI 的平方是等于负 Y 平方，这是实部了。啊，交叉项是虚部，加上2 SYI， 这个是等于负8减6 I 啊。好，那我就晓得说哈、哦，实部部分哈、哦、相等 ，S 平方减 Y 平方等于负8，虚部部分相等2 SY 等于负6了。好，那我现在怎么解这个方程式哈、哦？我就连这个式子除以这个式子，就是二分之一哈 ，x 除以 y， 那减掉多少？这个式子，这个除以这个，就二分之一多少呢 ？y 除以呢 x， 这个是等于多少呢？除下来是三分之四。那我现在令哈，令呢这个 s 哈除以 y 等于 t 好了。好，那这样的这个方程式哈，就可以得到二分之一 t 减哈，就是二 t 分之一等于三分之四。好，那我全部把它乘以多少呢？乘以二 t， 全部把它乘以二 t， 这乘以二 t 就是 t 平方了，减一，那等于多少呢？乘以二 t 等于三分之八 t 呀。然后的话，再把它全部乘以三，把它拿过去，这是三 t 平方，减掉呢八 t， 啊这个的话，这个是减三等于零，啊这个可以交叉相乘，哦这是三一啊，一三，那这负八嘛，所以这是负的，这是正的，所以就得到哈、哦，得到这个。t 等于多少呢？等于三分之负一，或者是三。好，好，那、啊、现在问题是说哈，这个我们现在来看哈，当 t 哈如果是等于多少呢？这个 t 是等于呢 x 除以 y 嘛？那一个乘以 y 的话，当 t 等于负三分之一的时候，那代表什么呢？代表y 哈是等于负三 x。我当好 t 等于三分之负一的时候了，这个时候的话哈，这是 y 分之 x 等于三分之负一嘛，那这样的话，这 y 的话等于多少呢？等于负三 x， y 等于负三 x， 把它带回去，就得到呢二 x 负三 x 等于负六，那这样多少呢？这 S 平方就等于 1，S 平方等于1啊，那 X 可以等于多少呢？等于正负一。那 X 等于正负一的话，那 Y 等于多少 ？Y 的话哈，就等于那个负三正三，也就 XY 哈，是等于多少呢？等于这个是一负三啊，或者。这个是负一三，好，那我们再来看看啊，如果 t 等于三的话，当然哈，当 t 如果是等于三的话，这个时候 x 除以 y 哈，等于三，那加 x 等于多少呢？等于三 y，x 等于三 y 的话带进去，就得到什么哈 ？x 等于三 y 嘛，就。二乘以三 y 乘以 y 等于负六，那就得到了，得到 y 平方呢是等于负一，那不合呀？为什么不合？因为什么？因为他这里讲说 x y 是实数，但是 y 平如果 y 是实数的话，那 y 平方一定是正负，不会是负一的，所以就得到呢这个答案，也就 x y 哈。这数对呢是等于多少呢？一负三，
或者 V3。